最近范冰冰去香港参加了香港专业电影摄影师学会在3月5日晚举行的30周年晚宴，并且和刘德华一起获得了摄影师眼中最具魅力男女演员，看两人同框，不得不说还是很养眼的呀。范冰冰这些年是保养的好，范冰冰这些年是保养的好，那么多面膜不是白敷的。刘德华也不用说，真的是不老男神了。在采访的时候，刘德华还调侃自己的腹肌已经走了，要请回来需要一段时间。刘天王，你已经50多岁了，这个年纪还有这个身材，真的很棒棒了。而且现场和范冰冰合影的刘德华也是十分的绅士，合影的时候让范冰冰先走，守在范冰冰身后微微扶着，却并没有碰到她。看两人合影，感觉刘德华还有点拘束的感觉呢，可能是因为跟大美女合影吧，哈哈。反而是范冰冰比较放松一点，只是看两人的姿势，前面看刘德华应该算是绅士手了，小心翼翼没有碰到范冰冰。这里看范冰冰的手位置却有点尴尬了，直接放在刘德华臀部上面，怪不得刘德华全程有点拘束了。不过看两人照片，发现两人保养的是真好啊。范冰冰36岁，刘德华56岁，但是看起来都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0多岁。看现场两人的照片，发现范爷还是范小胖啊。和刘德华合影，范冰冰看起来比刘德华还要壮硕一点，刘德华倒是比较瘦小一点。不过即使胖嘟嘟的，范爷还是很美啊。你们觉得呢？